他说哎我爱你，从从7:30开始先演到现在10:30，你看这都10:30了，3个小时的时间了，我相信有的朋友已经累了啊，武汉也有空座了，有那么几个空座，估计是你先回家了。嗯，没关系，有的朋友说你今天是第3次出台了，为什么？因为哦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就好挣钱，我第3次出现在舞台上，为什么？因为第一我颜值高，高，第二我谁退票谁要退票，退去呀，票房早下班了，退去呀，我看这一片还要退票，你们买票了吗？这一片挺有意思，还退票，退不了啊，因为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想怎么样都行，就是不退票。你要觉得不过瘾，比如说，你可以包我，啊、觉得我可爱，我乖，你可以包我，包、啊，那就随便了，对不对？2块钱，你来，两毛，我看谁说2分，我看，谁说的2分。讨厌，不要不要不要瞎喊了啊，因为我红，因为我膨胀，最近确实很红。那个你看我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包括唱，我最喜欢唱，真的我最喜欢唱，像我们后台其他的演员都不行，包括我师父郭德纲唱的不行，真的唱什么都是戏味儿。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师父上夜总会，上那个KTV， 这样解释好很多，就是 KTV 去唱歌去，我师父点了一首歌叫 Super Star， 听过吗？啊，他是这么唱的：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这英文这是什么呀？这是他不认识，所以说他不会唱。我唱的最好的就是太平歌词，现在可以，各位可以去。这你笑什么？郁什么？真有意思。我唱的最好的就是太平歌词，您可以。你是电，你是光，你看摆平了，你看不敢言语啊，不敢说话了。哎哎，岳云鹏，哎，我觉得你的表演风格越来越便宜了啊！没必要说这个便宜这个词儿，就是而且在这个台上，是你是找不开零钱了啊！你刚才说什么来，让我听见了啊？就是不行啊！我怎么就不行了？你不要听那些女演员瞎说。我没提女演员的事儿，就说您唱的不行。唱的呀？啊，那个。无所谓的事儿啊，因为这个这人就不一样，术业有专攻，有的唱得好，有的唱得不好，这个很正常啊啊！你说我唱什么唱得不好啊？就是太平歌词啊！你要死你啊！你要说芭蕾舞，我是来不了，太平歌词我还来不了吗？来不了啊！不是，打你还说河南方言那会儿我就开始教你啊，到现在怎么我不行了呢又？嗯，我现在也会河南方言啊。哦，你说了这些，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我唱得好啊，我想跟您唱一回，怎么了？就这意思啊？听不出来吗？真有意思，叱咤江湖多少年了，这都不懂。我也是岁数大了，我跟你说啊，咱俩合作一回。谁呀？咱俩。你要跟我唱太平歌词啊？哎，你说的真是人话啊，行吗？你还会唱啊？会啊，因为这太平歌词是说相声说学逗唱里的唱，嗯，哎，我们必须得会这个。演员在台上，一个是要会太平歌词，
一个是要会那些个开场的小唱，各种小曲儿、嗯，这都是我们必须要会的啊。嗯，这也是从小在我跟前长大的。那你要愿意唱，咱们就来几句吧。你别太多，咱俩人唱一西厢，好不好？西厢，好个屁！我不会、啊。这个货呀，我告诉你吧，树叶过河全靠一股子浪劲儿，知道吗？这是个谚语，看见没有？歇后语，树叶过河全靠浪。你怎么能不会呢？这我是那个树叶吗？你是那个浪啊。可这个都说出来了，西厢是说相声要会的，嗯，群唱的小曲儿，整个用各种曲牌连起来，大约要唱全了一个半钟头啊。而且这个有，你也甭好，这太多了，而且这唱完天都快亮了，炸油条的都出来了啊。啊，可以掐一点，大伙儿尝一尝。可是你要不会，我没关系啊。啊，我叫人呢，有人 啊，这也是个技能啊。哎，来人，上人，会唱西厢的上来一个。唱西厢有的是啊。哦，来，来儿子，真正的德云一哥，我跟人家比不了啊，人家根正苗红啊。来来来，我认识这俩啊，我得给你们介绍一下。别客气，快来，来来来，来，那个这个矮，让他来这个。啊，给你来这个，快来，这个。这个更矮。哎，对，你都没个师哥的样啊。这个是我大儿子郭麒麟啊，这你们都知道啊。自从他减肥成功之后啊，我天天打开微博呀，10000多姑娘天天跟我说：“爸爸，您要注意身体啊。”也不是从哪儿拎的，这是啊。这个既是我徒弟，又是我的干儿子啊。想当年最小的时候，不点小孩，就是那个留一小辫儿啊。那个京剧神童陶阳现在长大了，艺名叫陶云胜啊。嗯，你师哥呀、啊、说唱西厢他不会，他不会，他把你们俩叫出来，咱们唱几句、嗯、让大伙儿尝一尝啊。好，咱们也不会啊。那咱们走吧，事儿不早，咱回家吃饭去吧啊。一台不要脸啊，什么话这个啊，还把我爸放眼里。这你这给说实在了，这点事啊。西厢啊是我就兴奋太大了、嗯啊、这西厢是群唱的小曲儿。嗯，什么叫群唱呢？德云社演这个好几百人搁了一块儿唱，因为这里边有主唱、单唱、拆唱、伴唱，什么都有。要光我们仨人也太单，这人也不够啊。那怎么办？你说你还我给您叫一帮人，叫几个伴唱的吧。伴唱的，哎，有没有伴唱、嗯、伴唱有没有黑鸭子？来，黑鸭子。什么跟什么呀，这都是啊。伴唱有没有伴唱的？来来来，何苏的，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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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20人就够，多了不用。哎，闹腾了啊。哎，这个就尝一尝就好啊，这都是我徒弟们，都是啊，来快来快来，都站好了。对，行，那个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唱一点点西厢的小曲儿。那我呢，他们伴唱。哎哎，你看你找一个特别合适的位置好不好？好好，再见啊，再见。咱们这样吧，因为都唱全了一个半钟头，也犯不上啊，怕人也听腻了，就掐一点。别来架子曲了，就是那个梆子佛吧。好，一人一分梆子佛，我唱太平年，后边来几句云苏调，你们跟着一块合书就行了。梁晓坤带着板的吗？来，打板就唱，开始。来，小琴童不消停，手掌着灯笼走进了房中啊，相公啊，怎么样？功名就如山中哎，小琴童把话明，尊了声相公，您了人家听，明日啊。怎么样啊？明日就早登城，早为登城，早为登城，亲内通说话欠点聪明，那功名好比浮萍的水，太平年呐、啊，
美貌的娇妻火化饼念太平不该来结束就在普救寺中啊来至在花园啊我们两个两相逢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太平年啊说话之间敲楼起了更啊念太平这是太平年接下来云苏调打起精神咱们一块儿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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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万难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哎要崔莺莺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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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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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都去吧，都去吧啊！岳云鹏呢？行，由于又是岳云鹏安排的，这段还不错啊，唱的不错啊，唱的不错。你学会了没有啊？为您点赞。哎呦，我学他没有用哦，我又不挑班。啊、什么话、那个啊？怎么一点追求都没有啊？挑不了班，这挺好啊。那个，咱俩唱一个太平歌词吧。好呀，好呀，好呀，好呀！我一定要满足岳云鹏的这个愿望啊！嗯嗯，因为今天是20年大庆的开幕式演出，这样。在唱太平歌词之前我有个建议您说咱们两个唱个评剧怎么样评剧我不会不会你乐什么呀你这要死的样子这演技很尴尬吗哦我不会没关系怎么了我给您叫个人嚯、哦、你有找人的能耐当然了、啊、唱评戏的哎还有唱评戏的啊有没有会唱评戏的有没有啊完了没人就是你吧呀哈你用那个矮的哎何苦为难自己哥呀你上这儿来吧这都认识哈你潘大爷我大爷、啊、潘大爷啊不带骂人的啊没啊那个您来了啊嫂子来了吗来了吗来了啊你四下撒嘛哈闺女来了吗来了吗啊来了来了啊来了来了闺女叫潘阳啊可好看了一眨眼她都当了妈了是啊没错就这个玩意儿你倒是不嫌老哥真的逆生长我发育的还不错那就好啊有人在外边问我说那个俩老炮台上聊这个这你让我们也嫩一回啊对你让我们也我们爱说点这个啊那个潘哥我们跟别人交情不一样、嗯、我们俩都唱过戏对都是同行啊那会儿潘阳小的时候我最爱潘阳一句话就是闺女我跟你爸爸谁个儿高啊你个儿高孩子傻实惠啊这童言无忌真是啊但是这么些年来我这看着你怎么比那会儿还矮了又啊有吗你看他穿个内增高还这样我还特意穿个平底布鞋谁咱俩把鞋脱了看谁穿内增高、哎、你别你脱鞋我都看不见你了啊
那个岳云鹏说要唱评戏，他不会，咱俩唱一个吧。啊，这样啊，因为我跟德纲，以前都唱过评剧，对，都演过小花脸，对。那个月儿呢，他可能听评剧听的还是少，他听的少，我会唱，他会唱啊，会唱吗？评剧来两句，来两句，来两句。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只想曾经相识，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许。你可以了，你够了，孩子，可以了，可以了，没日子唱了是怎么着？你唱的跟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我们说的是评戏，知道吗？我唱的是评戏，多新鲜啊！那我们俩聊天，你也别闲着，你、啊、你不是能找人吗？啊，你去找俩拉弦的来啊！找俩拉弦的，哎，有没有拉弦的？哎，会拉的可有的是啊！不是，你说清楚，你得出音儿才行。说清楚，拉什么？哎，拉拉弦，拉弦，拉弦，拉弦都来，跟这边坐着啊。这边这个，其实我好些年不唱了，您有日子没唱？我有35年了，差不多没唱。真的呀？嗯，要不咱俩走吧，真的。对，上来了多丢人呢，好几十年不唱了，就跟俩外行是一样的、啊、对对，差不多啊。但是弦儿都来了，钱我都花了，也不可能再退咱们了啊。那个要把他人撵走，把弦儿留下。哎，对，还是你比我会过日子啊。那你唱几句？这样，我唱六句屠夫状元里的一首一段一小段、啊、完了你呢、嗯、再给大家再唱几句，别好不好？因为这个我跟大伙说一声啊，我们这唱戏啊，这个分关里和关外，没错，以山海关为界限，关里关外。我是典型的就是关里的唱法，他是关外。所以你听他那个音乐旋律啊，也很跳跃，很活跃，还有很多，比如说二人转的旋律，什么都有。他们唱的比较洋气一些，我唱的这就比较传统一些。这是我们俩不一样的啊，风格不一样。哎，您各位也都尝尝啊。那就那您先来吧。那我先来吧，好不好？我先来吧。你唱完，观众要是一翻脸，我好跑啊。你们好，跑。对对对，我好跑出去给你开门去啊！不是，先给我起个调，先给我起个调。唱什么调门啊？嗨塞啊，行，可以，嗯。多嗨都给你给塞进去啊！多嗨都给你塞，行吗？我出哎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好，再来。低不低啊？不低啊？不低，可以。不低啊，行。我出门3天有粮，有点低，我就有点低。哎，等会儿别拉，别拉了，你孩子，行了，低、啊、低点，咱们给它涨点，涨点，涨点，涨点啊！因为这个好涨吗？好涨，好涨，好涨，没问题啊。嗯，我出门3天有粮上，哎，挣3副猪大肠啊！头顶下水心肝肺哟，连帽带草两个筐哎，虽然劳累我心欢畅啊，杀猪的赛过状元了。哎呦，跟刚才不一个调是吧？哎呦，我没想到，真是，啊，都高了，高了，高了，玩我，没，这个，真是那句老话说的对哈、啊，这个驮老婆高升，真是，这跟驮老婆有什么关系啊？就真行，我没想到，我前些日子我们录那个《欢乐喜剧人》的时候，在后台我听他说啊，有点哑，一直没好，又拍戏干嘛的，调门不够，挺难受的。就是您喝出去了，哥啊，来喝出去了，我也别太高，我就喝点吧啊，我来来来，咱们我唱一个，唱一刘云达姆，我也唱什么就六句八句就够啊，来。你说比古今比古往，有句古人说端详，昔日有过小寒心，九里山前活埋了娘，九里山前活埋了母。后来做了三齐王，别看我
流云能打木，我后来一定做皇上，我若登基做了爹，高升妈你就是啊正宫。兄弟，你真行，你这嗓门啊，这家伙赶上叫驴了都。哎，你看我这是啊，特别亮。俩是一个叫驴，一个驮老婆啊。嗯、咱俩搭着一块上庙会上唱去吧，准挣钱啊、嗯。得嘞得嘞，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辛苦了，您辛苦了，谢谢你们。他们都走了，行，别客气了啊，咱、嗯、找机会咱们来出全的好不好？行，可以啊，小月。哎，会了吗？我学他干什么？我啊，不是你不让我上来，不让你不学评剧吗？我不学。你不学让我上来干啥呀？哎，他就是玩你，嗯，没事。哎哎呀，不，仗着腿短踢着不疼。踢那么高，踢我腿肚子上。